拉古纳项目二期住宅区是一批最高档的精品住宅公寓，地处转型后新潮富人区 Newstead， 那里无疑是布里斯班最受欢迎的居民区。随着该住址项目的震撼发布，人们愈加对 Newstead Central 这一布里斯班最佳生活住址心驰神往。Newstead 曾经是重要的工业区，但如今它一改昔日浓重的工业气息，而坐拥一系列颇具生活情趣的乐享之地，时髦餐厅、酒吧和空旷的绿地，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人们追求新潮事物的梦想天堂。目前该区域成为投资温床，吸引了几十亿澳元的投资基金，使新项目得以开展，包括耗资20亿澳元的 Newstead Rail Park 重建项目和所提议的价值为80亿澳元的交通和教育基础设施改造项目。一个与此等蓬勃发展完美匹配的宏伟愿景，便是在斯特拉敦大道和安大道交界之处建造一座占地面积为10000平方米的 Newstead Central 小区。 Newstead Central 将斥资几百万澳元打造各种极具都市气息的便利设施，从而营造出舒适宜人的生活环境。而咫尺之外就是富人区 Village 和 CBD。黄金地段、河畔生活以及大量投资资金涌入，令 Newstead 成为投资不二之选，这也得到了许多预测数据的印证。据昆士兰政府预计，该区域在未来20年内将经历一次人口爆炸，截止至2031年，渴望有22238名新居民安家置业。同样，有关就业率的预测也比较乐观。根据预测中心 Urban Outlook 的预测，截至2031年，当地就业市场就业率有望提高1.7%。显然，大量就业者的涌入势必会促进人们，尤其是那些手握大量可支配收入的职业投资者对房源的需求量。那些职业投资者因拉古纳能提供平衡的生活工作，而心甘情愿地支付额外费用。曾经 Newstead 一户室出租价格要高出布里斯班市出租价格平均数的 14.2%， 两户室则高出 24.1%， 一户室和两户室要收取 31% 至 34% 的额外费用。 Newstead 可谓占尽优势，增加的就业几率带来了人口稳定增长、出租需求量大以及二手房交易火爆。其中最大的优势在于 Newstead Central 将成为该区域的皇冠之珠，这一生活方式目的将赚足懂行人士的眼球，促使他们将 Newstead 视为必选之地。 Newstead Central 的第五期项目之一拉古纳最新发布的让人振奋不已，再一次证明了该区提供河畔雅居名副其实。拉古纳是一座配有189个套间单元的公寓楼，注重空间设计，从室内到室外休闲区的过渡非常自然而流畅。价值9600万澳元的拉古纳提供的公寓房型有两种：一室一厅加一个书房和两室两厅加一个多功能房间。拉古纳所有公寓楼均由最高档的材料打造而成，包括大理石台面、光亮的隔合金材料装置设施、羊毛地毯和最高档的电器设备，让住户得以尽情享用价值几百万澳元的设施和装备。 Newstead Central 的豪华设施堪比五星级休闲场所和乡村俱乐部，而远非常规的市区住宅区面貌。区内设施包括几个假日风情的游泳池、耗资几百万澳元的人工沙滩和令人叹为观止的中央瀑布，所以说住在拉古纳简直别无他求。而这一切就始于你踏进拉古纳之家之时。站在 Newstead Central 小区里，临近处便是赫赫有名的滑铁卢酒店，另外还有 The Emporium 品牌店、詹姆斯街和斥资11亿澳元的煤气厂重建项目。而朝着另一个方向步行不到5分钟，便可到达唐人街，且中央服务区也近在咫尺。周边的公共交通也非常便利，包括城市滑翔机、城市之猫、城市轮渡、环市自行车的出租和自行车道。自行车道连接了 Newstead 和中央服务区以及其他更大的布里斯班区域。
在 Newstead 上学也很方便，知名的许多小学、中学教育和高等教育机构都近在咫尺，而且在这里搭乘飞机或长途大巴前往阳光海岸和黄金海岸也十分快捷。所以无论您想要什么工作、学习或者娱乐，拉古纳总能立刻满足您。 Newstead 正在迅猛发展，再没有比在此刻进行投资更好的时机了，把握时机，利用 Newstead 难以抵挡的蓬勃生机，趁着当前如火如荼的投资热潮，向着这梦想中的河畔之地放手一搏吧。还在等什么？心动不如行动。拉古纳是澳大利亚最大发展最快的开发商之一， Mature Property Development 新近开发的住宅公寓楼。 Mature 在全澳大利亚铺设管道设施价值已超25亿澳元，且所选的黄金地段充满活力，需求量大，且靠近关键设施和就业区为卖点。最新一期的 Newstead Central 项目将延续该公司的优势，在澳大利亚最理想的地区打造便利豪华的宜居之所。预知更多详情请即刻联系我们。心动不如行动，机遇不等人。